岁的那年奶奶奶奶一直带我到庙里拜佛，但是呢我就是喜欢看壁画，就壁画的故事都是善美。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这个民族文化对我的熏陶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母亲就抱着我坐在她的童裙里，经常讲一些故事，这些传说故事的都是非常美的，就像昭苏托尼纳姆诺那是。王子赵树屯与孔雀神女南木诺那相爱的美丽故事一直在傣族人里口口相传。12岁的刀美兰无法想象孔雀神女的美丽，但耳边的温敦教导与古老传说却组成了刀美兰对美的所有憧憬。所以当她成为故事里的孔雀公主时，她不会忘记自己舞动的方向永远离不开那个竹篓的指引。1956年，在改编自傣族民间传说赵树屯的舞蹈《赵树屯与南木诺那》中，刀美兰扮演了孔雀公主，结束了傣族1000多年由男子饰演孔雀舞的历史。当孔雀舞带着家乡人的祈愿与喜悦飘荡在澜沧江边时，一声声来自世界各地的赞叹早已沿着刀美兰的舞步加入其中。所有的赞叹只有三个字：金孔雀。这是1982年刀美兰的《金色的孔雀》在数十个国家引起热潮后得到的殊荣。这是我的书，这很好。这我们少数民族非常喜欢带这些东西。年纪大了要化点妆，要不人家说这演员怎么那么愿意抓这个舞蹈家，所以我呀带东西比别的要多一两倍。我呀非常喜欢香水，这也是台湾的一个贵妇人送我的，他说像个炸弹，你上飞机人家让你上啊，我说是香水不是炸弹、傣族姑娘都是香喷喷的。基本上就这些了，晚上就这些了。有时候我还爱戴帽子，扛到一点谁也认不出来，这样就看还戴墨镜更认不出来。为什么不让认出来？哎呀，你认出来难过呀。人家说是不是刀美兰呢？有的人说啊，刀美兰肯定是70、80岁了，因为我是13岁就出名，像我现在也是50多，还不到60，还不满。38岁那年，刀美兰决定告别舞台，她一连举办了10场独舞晚会，场场爆满。这是刀美兰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跳过。这支曾经带给她最闪亮时光的孔雀舞，从舞韶之年到今天，从澜沧江边到名誉世界，刀美兰一直用它唤醒人们对美的渴望。但时间的年轮
早已响起了落幕的掌声。时光如梭，这句话把有关刀美兰与孔雀舞的所有辉煌永久地定格在了这个舞台。今天的刀美兰想用墨镜维护自己孔雀舞最后一次的绽放，但远方的呼唤却告诉她，那个爱听故事的小女孩从来不曾离去。这里就皇宫了，全都是变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家的，就是因为他几个寨子的，带出他们皇帝，皇帝去的地方记不清楚了，就在这里了，就这一片了，就这一片了，皇帝住的地方，那个叫酸角树，那个是芒果树，对对对对对。全都是寨子了，这些全都是一寨一寨，它有名字的，满什么满什么满什么，满红掌、满龙东、亚罗、亚罗哈，很边很奈波东哈，那边的回马的，再来个。你不跟那个咩声啊？哦，这个都咩你的你个，你那毛个毛个你们呢？那毛钢板，胡了个，胡了。嗯，他说我他知道，就是这个这里了，到这里了，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我的家就在那个波罗蜜的这一个竹楼，然后我舅舅是在这边，啊。三姐妹嘛，她们三兄妹嘛，我妈妈的姐姐是在这边，就现在那个凤尾竹那个地方了。哎，我呢，我妈妈呢就在那个这个波罗蜜那一个小竹楼，我舅舅就在这边一个小竹楼，三兄妹，我呢经常就是从这里就下山了，下山从这里就爬到澜沧江。从这里我还路过这个小井水，现在到澜沧江去洗发挑水，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些都是一栋竹楼的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因为多少年过去了，三四十年过去了，所以就整个都变掉了。但是这个唯独纪念的就是我这个波罗蜜能记得住啊，其他就已经是全部长成一个森林了，已经是。森林盖不住的是记忆。60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关于一位公主的真实故事。在那时候，这里是西双版纳最高贵的地方。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统治着西双版纳的山山水水，甚至包括水里的鱼虾。这个屋檐下面还生活着一位美丽的公主，她高贵艳丽，公主深深爱着寨子里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据说青年的歌声像澜沧江边的云雀一样迷住了公主，可是有一天青年突然抛下了公主和她刚刚出生的女儿，再也没有回来过。没有等到爱人回家的公主拉着女儿手，悲伤地搬进了澜沧江边上的一栋小竹楼。这位公主就是刀美兰的母亲。我们叫 Hoham， 就是皇上在的地方了嘛，皇宫。原来很大，会住几百人的那，但是都是盖成傣族的那种，不是汉族的那种皇，也不是藏族那种，就是竹楼，但是太大太大了。光那个宴罢，每年，这个基诺族每年凤年凤节要来庆祝皇上，我们这些家族，啊，都要来拜，然后我们这些少爷小姐呀、姑娘们呢，要载歌载舞，跳马路、跳孔雀，祝福的那天是，然后就。基诺族就从山上就下来了，就戴尖尖帽那个基诺族就要跳鼓舞，叫基诺鼓舞。哎呦，那个表演是非常感人，非常热闹。尽管刀美兰没有生活在故事里的皇宫，但象征美好的孔雀图案在母亲手
变成一张张漂亮的太锦。他们带着刀美兰穿过那些艰苦的日子，在西双版纳的每一寸土地上留下了他欢快的笑声，也完成了他对舞蹈最初的启蒙。我记得就在那个位置上，大十字搁那，还有大十字，挂在去了。嗯，你看，石头脑的皇宫那个圆柱子的那个下面的柱石。这里就是皇宫了。最后现在就只剩下这两个石头了，这已经别东西都没了，没了。当时小时候去参加周文公团的时候，你是从这里走的啊？我就从这里走的，从这离开的。哎，我就从这里离开的，我就背了个小包包，就从这里走下去。我母亲就把他一直送的走了。无论是1957年刀美兰扮演孔雀公主，在北京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汇演中一举成名，还是1959年她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而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刀美兰知道众多荣耀的起点就是曾经这条路上响起的告别。那是一个母亲用数十年的思念为代价而做出的选择。就中呢嘛婆，你頭婆好擠個癲啊！呢度認得了個喺，他見到周總理了。周總理來泼水節的時候啊，就是，他們那時候都年輕了，30多歲，那很漂亮的。我姨媽、我娘娘他們都打扮了，穿的真正的民族服裝了。因為周恩来總理來西雙版納過泼水節，組織了一波。中年妇女漂亮的美的这些人去个泼水，他就见了总理。总理到了晚上，我又给总理跳了菠萝舞，然后总理就告诉我，告诉团长因为跳完菠萝舞宴会完了以后就接着跳国际舞，总理跟我跳国际舞，我才一点点逼老踩他的脚，因为不会跳，语言又听不懂。他问我，他说你家有几个姐妹，我说我就一个母亲，你赶快回去，就赶快布置警卫员，然后我们的副团长派人送回来，我就回到他上了竹楼，他一个人就烤了苦。他也见了总理，他一个人泼水嘛，泼一天。晚上是我演出嘛，演出完了接着跳国际舞，然后他就觉得很感动，一定要独女儿就独女儿了，赶快送出去，哎，参加革命去。对，他更多他没有想，就叫激动。他这么好的领导，应该女儿还是送出去，将来会有出息的。1961年，周总理在西双版纳的泼水节上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孔雀公主，他把她带到了北京。3年之后，从这个竹楼出去的傣家小姑娘，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大放异彩，名声响遍了神州大地。有没有这么去想过？想过。如果我那时候不离开的话，我现在肯定也就是，种田种地，现在也就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了，也许头发早就白了。也不像现在这么，他们说我是一个傣族的这个艺术家的风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我也没怎么感觉，我还是普通的这个人民的演员吧，民族演员哈。但是现在和我一起同岁的也好，比我小的也好啊，因为他们没有出去的话，觉得可能各方面一回来劳动啊，各方面呢。就跟我就在大城市跟我接触，跟我的这个文化各方面呢就差距就大。如果我不出去，我现在肯定就是普通的一个劳动妇女。
六岁的那年来带奶奶呢，就带我到庙里拜佛。他呢，他老人就拿那个白纱布蒙的，就盘着腿在这念佛，我就坐到他旁边。但是呢，我就是喜欢看壁画，就一点点。我那时候就穿了个小背心，光小脚丫，出了个小啾啾，就每次都要看这些壁画。这壁画的故事都是善美，就突出一个傣族人民，从古到今几代人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说这个佛教就是他小乘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做人。生下来一个人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希望你呢在这个你的一生当中能够做个很好很好的人。幼年的刀美兰喜欢随着壁画人物而舞动，今天却在清灵的钟声里双手合十。岁月流转已让刀美兰知道那是照亮母亲心头的善与美。最终美丽的孔雀听清了墙上的阵阵梵音，而金色的孔雀的旋律已经徐徐奏响。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场动荡的政治风波中，刀美兰被下放到云南省建筑机械厂，但在没有舞台的地方，他执意要用舞蹈把温暖输进人们的心间。工厂、学校、医院，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总会有孔雀翩翩起舞的欢乐。人们听懂了他的倔强，所以今天即便用墨镜遮住了容貌，但刀美兰与孔雀舞一直是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组合。就是我的艺术这个天分也可以承认，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这个民族文化对我的熏陶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佛教里头那些壁画也好啊，每年的过年过节也好，胆佛节也好啊，这些东西对我是印在脑海里非常的深。然后每天晚上在这火盘，就是这样的火盘烧的围的，我母亲就抱着我坐在她的桶群里，经常讲一些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呢都是非常美的，就像昭苏图尼那么诺那、石头磨王、千板莲花等等等等。我真的没有上过天学，我连汉字都不识。1978年，刀美兰重新回到了梦寐以求的舞台。在那年的国庆节，刀美兰的独舞金色的孔雀在历时两个多月后登台演出。在之后的时间里，刀美兰凭借金色的孔雀荣获多项大奖，最终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东方舞蹈家。我对不起他，我没有照顾他一天，就他一个人就这么生活，酸甜苦辣，就他一个人就过过来了。当然他并没有为了我就把我拉回家去。现在来说我不怎么上台了，尽管应酬也很多，但是呢我尽量挤时间，一年半年一定要回去看他一次。我在东方歌舞团12年，基本上我只回来一次，在文革，那时候我继父还在，
然后当时你们也没办法，就是书信联系哦，写信的那时候胡院长知道写信要一个月半个月，对吧？那是太电话也不可能有，你不像现在，对，所以哦，是哦，真是不可能，那就写一封信也说不了更多，他看信就哭了，没办法。那我走的时候，他那头发黑黝黝的，嗯，很年轻，很漂亮。你那我一回来，白发苍苍。今天知道当年喜欢跳孔雀舞的小姑娘要回来，全寨的人来到了这个小竹楼。对于这些朴实而热情的傣家人来说，他们就像当年迎接从皇宫中出来的那个小公主一样，用最隆重的傣家的风俗欢迎到美。而此时的刀美兰也不再是荣誉满身的舞蹈家，在这里的舞蹈不需要太多理由，也不需要过多的审美，因为这里是傣族竹楼，这里有着他等待了40多年的故事。不管哪一个竹楼，只要回到西双版纳这个土壤，过了澜沧江，我觉得每一个竹楼都是像我的家。其实我的心愿特别像今天这种哈，尽管呢来了这么多我的父老乡亲，有的都是看我成长的，有的跟我一起长大了，特别感到亲切。尽管离开家乡这么久了，这么几十年，有的人说我是不是你的傣语啊汉这个傣话是不是都忘掉了，我一句没有忘掉。我没有上过学，也没有进过舞蹈学校，连个训练班我也没有跳，没有进过。怎么讲？如果你去体舞体干部，我分考不拿。都看路高飘飘来，就看些多不着哇。个呀，安得了呀，安尼个呀，为咱先做些别的，啥子也去体实当了，放出去半边出去，要有条路。你不听我那么说好包换的，咱不会回答来，咱不当送滚来，你去送送点送完滚来吧，你来，地看黑龙江没把卡带滚滚来。我以为那小刚不来不对，这是傣族古老而又尊贵的风俗，叫拴弦。在傣家风俗里，这是一根拴心的弦，寨中的老人念着久远的经文，给远道归来的游子系上这根拴心弦。从此不管你漂泊在哪里，你的心都会被紧紧地系在傣家的竹楼上，只要顺着这条拴心线，你就永远不会迷失回家的路。是我梦中细细的汗。